来了。今天是什么？今天是苹果。拿着，来，你拿着啊。应该讲说他吞咽不好，他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平常人这样子哈，想吃东西他就会嘴巴就会嚼，会嚼嚼这样子。他只是能够哈，很本能的哈。本能的这样子嚼，啊，你个吃几嘴啊，所以伊都唔吃，所以很不得已，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鼻胃管这样灌。不管你自己拿好不好，来，自己拿，啊，自己拿来，啊，我帮你灌。呀呀，这个植物人其实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定义啊，哈。那事实上，植物人我们是沿用像国外的话，国外的话我们叫 vegetative state 哦。就植物状态，那日本他们称为植物人，我们就一直沿用这个植物人这个名词。像动物的话，它有大脑，有中枢神经，它可以行动，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它的反应。那植物是相对的，就是固定，它不动，它没办法有大脑，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所以一般我们植物人来讲，就是说它就是一直躺在床上，没办法自己行动，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它没有办法表达它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反应。吃饱了，吃饱了，不是这样子，在这边，吃饱了，好，来，吃饱了，吃饱了，来，再一次，吃饱了，吃饱了，出车祸，开始到回来的时候哈，几乎只有他的两个眼睛哈是张开的，可以动的，其他的身体。完全都是没有办法自己有自主的那种动作，就是我们医学讲的就是植物人，那就只有眼睛会这样子张开啊，咕噜咕噜这样子啊，左右这样晃动，那眼睛也不会很有神的。花钱哦，啊，哎，对，哇，哇。要用力，哎呦！哎，施加情况后来是有进展，虽然他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可是他的肢体上的表达跟这个表情上的表达，表示他已经可以接受到我们的讯息了。因为语言是我们后天学习的一个部分哦，这部分他如果能理解的话，表示他大脑还是有一定的功能存在，所以他的情况应该是还没有到植物人这么差。他有某些情绪上的表达，他能听得懂我们一部分简单的话。我回来了，思佳。嘿，嘿 ，Hello， 嘿，王思佳，吃饭。啊，我进来呀。好棒哦！我进来呀。你有听到我妈回来了？有啊。你有听到我妈回来？每次都听到怪怪怪叫一声。你要戴眼镜吗？不要戴了，好不好？你要看电视吗？爸爸来。帮妈咪亲一个，用力啊，拿高一点，再一次，亲一个，还是这样，你不公平，还是这样，你不公平，你不公平，你有没有爱他？你爱不爱爸爸？爱不爱？爱妈妈哈，妹妹爱妈妈。哎呀，喝你，跟宝宝，好棒，好棒啊，很棒啊，再次，其实世家发生代志了后，对我来讲，冲击真大，从头开始的时候，就真正不知道要安怎。哦，那突如其来一块呢，爆发性啊呢吼，唔知要安怎。所以讲有一段时间，阮两个吼，变成讲伫病院时，变成讲拢足少伫沟通呢。那我们两个就是从加护病房探访时间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是避开，我们两个就是几乎不敢去探讨这件事情要怎么办，甚至医生告诉我们说施佳会成为植物人，我们也不敢去探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
唯一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把他的命保住，只要他能够呼吸，他就可以好起来，其他的都不敢想。当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有经济啊，还有一些问题啊，还有照顾上啊，还要去学怎么照顾思佳。那因为我要求比较多，那对爸爸的要求也很多，那甚至思佳要抱啦，要抽痰啊，换鼻胃管啊，都是爸爸。我们不管思佳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来。我就会责怪他说，你为什么把妹妹弄这样弄那样，就是不行，口角会非常的多。那有一段时间是两个人非常的常吵架，那就是慢慢的沟通。我们到大约在今年的年初才开始真正两个人走出来，真正怎么去沟通，能够说找出一条方式，说怎么来照顾思佳。有一天哦，真的思佳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最好的哈、哦，就是讲好我的生命有足大的成就。因为以前吼，唔捌讲家己真正的静下来，停下来讲家己检视讲，按咱为捌代志了后，这个过程吼，咱唔捌讲真真正正安尼停落来去甲检讨。啊，有思佳这件代志了后，因为我把所有的手边的工作全部都放下了，也在用将家己的所有的都归零。啊，当你归零的时候，你就去发觉讲，哎、欸，以前所做的、所追求的，到底是对还唔对？我当然，较早所追求的，就是讲，咱常咧讲做世俗的、很世俗的嘛。哦，我要开较好的车，我要过较好的生活，其实拢是较物质方面的那些追求。反而对一些人生的、对心灵方面哦，伊较无去探讨。啊，当安尼去探讨了后，感觉讲，哎、欸，其实人生到底是爱是啥话？哦，这让我感觉对这方面有真大的成长。哎，看潘医师哦。现在怎么样？还好吧，收。你来还没跟我握手吗？思佳，思佳，他是谁？啊，好棒啊！你头转过来，啊，再转过去，很好。哎呦，你看到医师都比较配合。真的啊？嗯。啊？医师有。你眼睛看这边好不好？你看着我的手这样看好吗？看到左边，头不要动，眼睛动就好了。看右边，很棒、啊、看上面，嗯，很棒，很棒，很棒。看下面，所以注意力越来越集中，而且我想那个沟通的理解力越来越好。你进步很多哦，思佳。手手跟这边一样啊，哇，你的手手好漂亮，好美啊！你手手哪里漂亮？跟老师说，哪里漂亮？老师呢？下一个，对，老师在那里。嗯。在这里啊，你要看老师哦，要专心啊。好，再次就好了。你在做运动啊，思佳。哎，往右边哦。哎，停在这里哦。嗯，思佳不但是脑伤，而且他事实上在处理脑伤的过程当中，有并发过好几次大脑的感染。那也因为这样把整个头盖骨拿掉。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事实上他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个就是说，父母其实对他的支持度相当相当的高，照顾方面啊，或者是对他的复健方面都相当相当的配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年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比较年轻的大脑，我们年轻的大脑里面，它的可塑性就比较高，哦，那它有些非活化的一个脑细胞，慢慢会因为它脑上之后会取代原来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思佳的功能慢慢在进步，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讲说他大概恢复到什么情况，我可以预期说他的认知功能会越来越好。哦，那手脚的动作来讲就比较难讲，是不是他可以下来走路？这个我想目前来看大概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去证明说他将来可以下来走路。不过我想很有乐观的是说他将来可能可以把鼻胃管拔掉。那至于用语正常的语言来沟通的话，我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用听的理解力来讲，还是用手脚的方式来跟人家沟通，比如说用手语啦，或者用沟通板啊等等，我想这个机会是相当大。往那边看，爸爸嘞，爸爸嘞，抬起来哦，对啊，你每次站起来都快睡着了，像话吗？不可以睡脚脚哦。好棒，很有精神，很要正哦。从病人昏迷开始，然后到苏醒，在那一段时间呢，他就是需要做一些维持性的一些复健治疗。那样的复健治疗，包括说我要维持他的关节活动度，维持他的肌肉的弹性，然后呢，我要维持他皮肤的照顾。那另外就是说，我要根据病人的他的对这个知觉的这个苏醒的程度呢，要给予这个病人可以感知到的一些感觉的刺激，像很多人讲的所谓音乐治疗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这个刺激，那么这个都是可以在植物人的他们还没有恢复之前的早期，那么可以在居家里面做。那蛮遗憾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全民健保齁，那有很多的什么居家护理，可是目前就没有所谓的居家复健。好，当然可以利用回诊的时候来看，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去做居家的这个物理治疗，随着这个病患的情况转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治疗计划的修改。好，那另外也就是可以给家长一些心理支持。好，如果今天我家里有这样的病人，那我长期照顾的人都跟他关在一起，那也没有外界的资源，要么我就到医院来，那也许要到医院来我还要请救护车，我才有办法把一个病人送到医院来，那这个对病人来讲其实是负担蛮大的。我下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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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下来了，下来了，我下来了，下来了，好棒，好棒。下来了，下来了，好棒，好棒，不会痛了，不会痛了，嗯，好棒。你我们要回家了哦，好不好？是啊，要回家了，回家就笑这么大声，要回家就笑这么大声。哎，有些家长会这样说，不可以走哦，不可以走，好轻松哈，好轻松，嘿，稍微运动一下。Hello baby， 你不用推那么快。Hello， 推慢一点。Hello， Kimmy， Kimmy， 我爱你，我是家。同款路的。要怎麼面對以後，因為私家有可能是三五年，也有可能三五十年，你要怎麼安排？我不能從這個責任我把他留下去讓他的哥哥來承擔，這是我分內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就是說在我們眼睛閉上之前，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很圓滿的做得很好，安排得很好。所以讲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讲我是要到底是要安怎？哎呦，一条狗，你看，小白，啊，小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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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陪我们了。嗯，思嘉非常哈喜欢出来外面玩，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得到外面这种空气啊，或是树啊，或是草啊，只要我告诉他的话，他好像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他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唱什么歌？走走走走走，好难听哦！我们小手拉小手，好难听哦！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好难听哦！我们现在就是出来郊游啊！哦，以前有没有？我们小时候啊，你小时候的时候啊，去郊游，爸爸你就会跟爸爸。好。
糟啊！今天外面很冷啊，所以要再盖棉被比较啊。好啊，还要多多保重啊。谢谢啊，谢谢。好，要整张怀着好的心情来拜会好啊。好，谢谢。你好，昨天睡得好不好？现在每天第一个步骤先来看看这些，因为我们说尊重心，这个是最宝贵的部分。因为人家平常轻视这些人，不在他那有生命，所以值得我们去尊敬，去关心他，像普通人一样。我们不会称为植物人，因为或是是植物，或是是人。如果有生命，他们不是植物，是人了。所以我们说，是全身瘫痪者，需要24小时的服务。他们有人的能力啊，所以虽然无法表达他们的感情，不过他们知道，他们会接受我们的爱，我们的关心。他们都知道你对他好。那现在已经妹妹出事已经3年了，那哥哥他蛮懂事，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最亲嘛，所以甚至妹妹出事以来，对他的冲击非常的大。甚至他在辅导室里面，他还是大哭大叫。这些事也是辅导老师跟我说的。那我们他在我们的面前，他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他不希望说再给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负担，那非常懂事。他就把他自己都安排得很好。亲一个，拜拜。亲一个啊，拜拜，哎，爸爸，哦，爸爸，爸爸，哦，爸爸。包不掉。他是色狼还是哥哥？啊？他是色狼还是哥哥？打他，我是叫他捏你，打他，换你捏他，捏他。打他哦，他欺负你，打他哦，揍他，王世佳揍他，对，听一个，捏他嘴巴，王世佳捏他嘴巴，他从小就很活泼、然后也很爱交朋友，然后就像一个男孩子这样子吧，就跟我们到处跑，有心事都会互相讲，就是打打闹闹，然后感情算很好吧，就是玩都玩在一起啊，因为。以前爸妈也都是在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家里也只剩下爷爷奶奶跟我们两个，所以就是跟家人相处时间就是我跟他最多吧，陪在他身边，他也陪在我身边、七五六这个刚开始就是当然就跟一般人一样吧，就是很难去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有很多的梦想，他想成为舞蹈老师，然后他一步一步的朝着他的梦想去前进，然后我就突然一个跨年晚会，然后一通电话，之后他要变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段过后，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在适应这种情况了，但是心里还是可能只是把那种情感压抑下来吧，然后要到最真的到这一年吧，才真的接受这个事实。那哥哥已经高二了嘛，那所以说他知道说他要跟我们一样来爱妹妹，那我一直不断的告诉他说，他们两个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们不会因为妹妹这样而少了对他的爱，只是因为妹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特别多的时间来给妹妹。
其实哈、哦，每一个小孩都是父母心目中的宝贝哈、哦。那他真的是，我常常叫他佳佳宝贝，他真的是我的宝贝。那其实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说。以前从来都不觉得说他这么贴心，那当他出世以来才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早熟。好比说他要去参加比赛，那朗读比赛的话要为他预备漂亮的衣服啊，他说不用，他去跟同学借那件衣服、那一双鞋子、那一件裙子来穿，他就自己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对，他就去参加比赛。他不管他参加任何大小的比赛，他完全不用让我操心。那他在家里非常会耍宝，而且他会教我跳舞。那他常常一个人关在楼上，就是在编舞。那甚至小五、小六的时候，他就是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写作。以前会认为说，其实每一个现在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那当他出世以后，才知道说，我的孩子怎么是这么棒的孩子？我真的。假如可以重来，我宁愿不工作，我要陪他。所以我一直他出事的时候，我一直在他耳边旁边告诉他，妈妈会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妈妈会赚很多的钱，你不用放心，你放心，妈妈，你就是深呼吸就好，你就是现在的工作，你就是深呼吸，我就是要把他救活。那也因为我没有智慧，因为我要救活他，害得他受了这么多的苦，而且因为我的不舍，害得他这样受苦，我真的是非常舍不得。当初世界爱第一个时间，我也是一样，换了一个就是说，我不舍，他的生命才刚刚要绽放的时阵，我没来敢讲，以安尼以这个生命，就从安消失去。所以讲，迄阵啊，亲戚朋友啦，所有的拢讲啊，某人吼，唔知几年了后，啊，伊嘛醒起来，几乎没有人讲到负面的这些话。就刚才有一个阮哥哥甲我讲讲，是不是要考虑以后的问题，是不是要放弃？甚至讲医生甲咱建议的，你嘛无啥愿意听，你嘛无愿意去甲相信。啊，你相信的，就要去相信讲较好的。但是满怀希望，他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你必须要去把它做一个分析，他的后面到底会有什么样很长远的影响，不愿意去思考后面这段。所以我真希望讲这款的心理路程会当让更多人知道讲安怎面对。唱歌了哦，唱你最喜欢的给你听好不好？独角戏好不好？要不要？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